敲开大师兄的脑袋，掀开白花花的豆腐，浇上热油，撒上葱花，猴脑刺身，大功告成，时刻趁热大快朵颐。生吃豆腐是江湖中最残忍的美食，也是中国十大禁菜之一，吃法讲究，价格昂贵。金主团团围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有个洞，刚好容一只猴子的脑袋伸出。吃完前菜，服务员将洗干净的大师兄带进来，放入餐桌中间，固定好四肢，拿来小锤交给顾客。几人轮流敲打，头帘应声而落，淋上热油，撒点葱花即可食用。注意，此时大师兄还有一丝呼吸，仍在桌下不断挣扎，人们毫不在意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因为他们吃的不是味道，不是营养价值，而是眼睁睁看着他挣扎离去的过程。如果说大师兄刺身残忍恶心，那么下面这道菜可以说是变态中的战斗机，越南正宗酸辣牛欢喜。牛欢喜也就是真正的牛逼，即母牛的生殖器，正宗公牛插座。处理过程十分简单，首先仔细检查有无问题，确认无误后，拿粗盐和酒进行全方位揉搓，然后浇上热水，用刀慢慢把黑色素以及小毛毛全部刮掉。处理干净后，拿姜丝儿、青柠和粗盐继续涂抹擦洗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里面也得搓一搓，倒入热水消消毒。这手法没点本事还真干不来。将牛欢喜处理成白虎模样，规规矩矩放入锅中，木鳖果、椰子汁、椰肉、香茅锅里倒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慢炖，最后放入至死量的辣椒和蒜瓣，酸辣牛欢喜大功告成。外皮洗净，里面粉嫩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除了越南，牛欢喜在广东也很常见，切片打火锅，响脆有嚼劲，配上酸菜爆炒最好吃，做法有点类似于酸菜炒大肠。据民间传说，牛欢喜有着以形补形的作用，养阴补肾，增强战斗力，可以改善时间短不够硬等问题，还可以调节因肾精亏虚而造成的腰膝酸软和脱发，其功能甚至比牛宝的功效还要强，因此很多地方都拿它做菜，并将其视为高级别待客美食。另据温馨提示，牛欢喜功能显著，但食材稀少，一头牛只能贡献一个，一个最多一斤左右，能凑合炒一盘菜十分不易，而且过量使用会导致某部位过于亢奋，容易被电梯门夹伤，不利于正常生活，切莫贪杯哦。吃完牛逼，咱接着吃牛肠。要说越南美食，那可是数不胜数，层出不穷，吃一口能让你口齿不清，回味三年。比如下面这道九转牛大肠火锅，制作简单，味道原始，保你一看就会，一吃就废。首先从路边的牛肚肚里薅出一整段大牛肠，放入垃圾桶简单清洗。当然如果你急着干饭，这步大可不必，可以直接跳过，放入锅中，加入清水、蒜苗、粗盐、姜末、辣椒，让颜色更丰富的同时，充分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慢炖。男人一边撇掉多余的泡沫，一边挑起大肠，保证每一道弯都能入味。前后忙碌了几个小时，抹茶味九转牛大肠终于大功告成。几人围坐在一起尽情享用，切段一口焖，吃完肉再喝一口汤，氛围感十足，口味丰富。未煮之前苦草味，正煮之时牛粪味，入口之初微苦味，饭后才知粪香味，吃起来有种不顾人死活的美味，就是这卖相让人不禁想起生化危机7。相比之下，印度美食真是干净又卫生啊。三道菜下肚，想干饭的猪瘾明显下降许多。啥？还想吃？没关系，咱还有压轴菜，大小姐驾到，统统闪开。眼前这块黑不溜秋又红不拉几的玩意儿是爱斯基摩人的美食烟海雀，江湖人称最让人绝望的食物，全球黑暗料理之王，一口让人窒息，堪比生化武器，鲱鱼罐头见了都得叫声哥。爱斯基摩人也就是因纽特人，生活在北极地区，常年温度极低，地表都是冻土，蔬菜难以生长，为了补充维生素，人们大多以生肉为食，但食物来源极其不固定，夏季温度较高，很多动物来此繁衍生息，但到了冬季，冰雪覆盖，食物大大减少，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为了越冬，爱斯基摩人想尽办法储存食物，烟海雀就是其中之一，英文名 Kiviak， 音译过来就是基维亚克。夏季时，成千上万只侏儒海雀迁徙到极低地区和山崖上筑巢，
爱斯基摩人就自制工具一网打尽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差不多抓个上百只左右就可以开始腌制了。首先猎杀一只海豹，划开肚子掏空心肝肺，然后将海圈一股脑全部塞进去。稍微大一点的海豹肚子里可以装300到500只海圈，不用清洗，不用拔毛，不做任何处理，塞完后排出空气缝合起来，在缝合处涂抹上动物脂肪炼成的油脂，防止空气进入肚子里影响发酵，最后放在坑里用石头团团包围，减少空气流动，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。如果说海雀的腌制过程简单粗暴还不够让人绝望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来聊聊它的吃法了。3年后开盖时间到，暖和一些的地方时间会更短一些，大概3到18个月，划开肚子取出海雀，那味道直逼天灵盖，一闻就知熟没熟。为了保持礼貌，当地人大多都在户外使用，二话不说对着菊花猛吸一口，将肚子里已经腐烂成液体的小心心、头部浆液全部吸出来，耐下心细品美味。稍微讲究点的会先拔掉羽毛再吸，或者制成酱料用来烤肉，味道绝美，独具一格。怎么样，心动了没？给你200万，你敢吃吗？